观众朋友你好，很高兴又在大法古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现代人呢，因为太过讲究效率，同时呢太过追求成功，所以常常呢紧张不安，引起了很多身心的疾病，同时呢也引起了很多的意外，所以呢离平安就越来越遥远了。越求平安，可能越得不到平安。那怎么样又能够有效率同时又能够有平安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师父啊，这个法鼓山我们出了一个小本子啊，叫讲平安啊，里面有好多名家的文章。那么我特别记得有一个游钱贵先生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说留一点钱给子孙赚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标题很有意思，我就看了他的理论，就是说如果你太忙着去赚钱的话，那么他说你一天啊很认真的工作，全神贯注的工作，如果超过4到6个小时的话，那么你就是在用你的健康去换金钱，燃烧健康去换取金钱，那么最后呢可能你就会失掉了身心的平安。所以他就呼吁大家留一点钱给子孙赚。不晓得师父您对他的观念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我也赞成。如果一个人就是贪得无厌，希望追求成功再成功，这个成功是无限的，希望赚钱再赚钱呢，也是啊无限的。这个有的人这稍微做，有的人呢叫自作长乐，这两不一样的。这稍微做呢，得少为助啊，得到一点点就满足了，以为觉得已经够了啊哈，和自助常乐啊也不大一样，这两个不一样。这稍微做是得到一点点，自助常乐的话呢，他这多也做少也做，这多也做少也做的这个情形呢是蛮轻松蛮愉快的。能多很好，很好，满足了，不能多少一点也很好，但是呢恰到好处的，不要让自己那么痛苦，让人家受到什么损害，这个是啊叫自助常乐，这不是得少为助，得少为助是不求上进啊。得少为助，比如说我今天看一本书就够了，一本书看完了以后就完全不做了，这不一定，有的书可以看快一点，有的书可以看慢一点，这个不一定说你看一本书就够了，就是说一定是啊让自己呢到觉得满足的程度为止。这个是这两句话是这样子讲。另外呢一个人呢是就拼命地赚钱，拼命地追求成功，追求财富，而没有限度，但是不择手段的，或者是呢只要希望能够自己变成一个地方上的首富，或者是变成一个区域性的首富，或者是变成这个国家的首富，或者变成这个世界上的首富，这个没有止境的。是，所以如果有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梦想的话，而是很痛苦的，非常紧张，非常痛苦，得了以后又把它失掉，失去了的想把它抓回来，那有点像赌徒。赌徒啊都希望能够把人家的口袋里的钱全变成自己的，但是呢一把全部赢回来了，一下子赢回来输了希望这个赢了的也希望更赢。这个一个赌徒啊永远不满足，这个也是很痛苦的事啊。那么我们一般的人呢，如果要生活得很愉快的话，不是这个样子，这个能够能有知足，能够有满足感，那这样子的时候随时都会生活得非常愉快。师父上次也谈到，就是说好像有时候适度的悠闲了，怎么样享受这种适度的悠闲，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好处？我上一集也讲到这调情论，那是生活上每天要有适度的空间
让自己的头脑能够休息，尤其是头脑休息，身体还是可以运动的。有的时候身体休息，头脑没有休息，那不算。主要的是要头脑休息，头脑的脑神经休息，身体神经休息。所以是喝茶，享受那种，这个淡淡的、轻轻松松的气氛，或者找朋友啊，这个随便谈谈、聊聊天，谈谈一些小故事，或者是个人之间聊天，天南地北的，不需要用太多的头脑的，这个就是把头脑放松了，身体也放松了。这个如果休闲是等于睡觉，那也是错的。所以说，我想这个西方人啊，能够在这个咖啡座上面，他们不是在睡觉，而是呢就是享受那份悠闲。这一份悠闲就是头脑是轻松的，身体并不是在睡觉，所以这个不是懒，而是在休，而是在调整自己。是。现在我们中国人之中呢，也有一些人呢，附庸风雅，但是常常坐在这个茶馆里边呢，能够喝茶，一喝一个几个小时，我想这个倒是过分的。现在有，所以悠闲是要恰到好处，恰到好处，并不是在茶馆里边，就是泡在茶馆里，就是泡茶馆，那这个是无聊了。那么又在大陆上有一些人呢，提这个鸟笼，那整天呢就是，就白天是遛鸟，这个早上遛鸟，这个白天呢就去泡茶馆，那晚上就回去睡觉。像这种是这个社会，对社会来讲是很糟糕的。那我还是欣赏这个欧洲人呢，是他们悠闲地喝茶，这个悠悠闲闲地生活，但是呢，他工作的时候还是很努力的工作的，并不是说整天都在泡在茶馆里边的。那中国人有时候工作的时候拼命工作，就是喝茶的时候就拼命喝茶了，在这泡茶馆了。是像这种，我想都是需要我们来这个调整。是，谢谢师傅开示。有的时候太过紧张呢，也许反而没有效率，所以适度的悠闲一下，也许呢效率会更好。也欢迎您在下集里面跟我们继续去分享佛法的智慧。